用激进手段求原谅复合，一定是什么座？我自己也偷给母羊座，我被分手，然后我就在他家跪着求他。我后来，你是个女明星。我就是等他下班回来，他一进来我就下跪，我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分手，就求他跟他磕头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个单。